行快五个小时，我们终于到达营地了。哇塞，这虫！饭太香，引来了不速之客。这是浣熊吧？这是浣熊，哎，好了。这是什么水晶？水晶啊。小鸟飞，我好哥哥姐。半身，哎，你给我上，叔叔不见得能坚持多久的，一定坚持不了了。对，你要不再给我半身时间？两分钟好了。我说你呀、啊，你那个墓碑怎么破了？前面全是墓碑的，我看着我。好，继续看前面。哎。高峰季节的周末，车流量有点大。悬崖会车也是有点刺激的。感觉来晚了，叶子都掉得七七八八了。远看还以为是一个小卖部，走近一看有点酷。我洗个碗要去三个地方，洗个盆。那我就洗啊。你水太小，他这个水大。啊，你说那个。露营也要好好吃饭呀。一周可以喝，还挺好的。女士们不喝酒吗？欢送女士。欢送。不速之客们又来觅食了。吃饱了才有力气逃，果然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